挂点说明，只要年满50岁，就能到捷运站施打流感疫苗，科批抢老人票大作战开始。繁体中文20个字，连结 https://www.facebook.com/多克托科杰波斯茨1177兆5368亿3238.45内容。这几天台北市天气湿冷，出门不只要带把伞，也要多穿几件衣服，避免感冒。一般的感冒还好处理，若被传染到流感就比较麻烦，尤其是对老人、婴幼儿、孕妇等高风险族群而言，流感者可能引发肺炎等并发症，严重者甚至可能死亡。预防流感，最好的方式就是注射疫苗。过去都要麻烦大家自行前往医疗院所接种，今年不一样，我们的卫生局同仁主动出击，全台首创，到18个捷运站摆摊帮大家注射流感。只要你年满50岁，带着健保卡，就可以在捷运站现场注射。11月开始就是流感开始盛行的季节，12月中旬是最高峰，所以请大家11月30日前，到捷运站路过不要错过，打一剂疫苗安心过冬，快分享给你爸妈。时间地点请看下方连结，防疫无界 TPCDC 捷运站设站接种流感疫苗服务时间地点一览表，30分之11止 https://gl.fmbrcr.https://i.guer.科姆/4i.g0t1g.jpg 繁体中文说明挂点，违者水桶一个月，闹板文处理，附上来源网址。作秀，赞波浪符，这想法不错，捷运站是很好的点，补血发老人年金会比打疫苗更有选票，一个人收费多少？捷运站能盈利吗？在这边为医疗人员说辛苦了，这是便民措施啊，做得好，捷运站好啊，波浪符波浪符，这个是公费疫苗吧，很好啊，善用台北的优势，该给承办人员嘉奖，每天两小时左右，想法不错，讲盈利的你有事吗，这是防疫很好啊。目标明显，推科市长打国光，哦哦，快跑哦，很好很不错，直接在容易传播的设施入口打，真的善用台北优势，矮阿北想法不错，推哼棒，在711不是就更好的点，选举到了就开始抢老人票，感觉很方便。卫生局官员脑袋不错，推没人搭捷运的县市，711是私人用地，而且哪来这么多人力，7-11是市府开的哦。你说用就用，用点脑子好吗？711哪来的空间？7-11 XDDD 要不要干脆到府服务算了？干脆让7-11店员增加新技能，好惹7-11店员。但提7-11的才可笑吧，店员现在连打针都要会哇，主动出击，赞统一变国，有企业挖操，这脑袋不错，提7-11的也太蠢，这样是图利厂商，至少全家莱尔富7-11是三小啊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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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1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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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话厉害一堆智障白痴监督科的论点。
让我觉得柯才是正常人 XDD711 哈哈哈，这样下去7-11迟早可以独立建国了， XD 刷存在感，看到柯黑正常发挥我就安心了。711干笑死我，这种艾迪亚应该是下面的人想出来，市长觉得可以就推。711是私人耶北七吗？你以为这个跟缴罚单一样等于超商员工？不错，比伪善重阳敬老金好，智障科黑几天不见脑子依然装屎，不要乱搞好吗？有够废科黑哈哈哈，楼上不要自借好吗？废在哪？楼上的说说看，推这想法很好啊。预防重于治疗，这几年疫苗都有猜对病毒株哦，科黑黑到失去判断力了吗？ XD 科黑 XDDD 感谢帮科屁拉票，这太棒了，笑死科黑水准，自己都不觉得自己讲出来的话可笑吗？7-11真是有远见的想法，全民买单，图利老人科黑脑袋真棒，连7-11都讲得出口，先生您的疫苗要微波吗？不错啊，赞朝圣，看脑残北车都可以当清真寺用了，捷运站接种疫苗有什么问题？话说捷运发现戴口罩的人明显变多了，推科真的很敢给下属推实验的政策，推狂犬病也要拉，妈的急死了，做秀要打的人自己去打就好了，还要送到面前哦，科黑微笑不语，因为除了微笑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掩饰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挫败感以及崩溃感。帮科黑 QQ 温德地说要在 711i 想黑科批，却忘了自己脑袋有洞，推推大推楼楼楼上的 KYOWURRE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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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5 楼，您是名叫功德吗？科黑脑袋真棒，连7-11都讲得出口，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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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楼救了这一篇。卫生局长是科批，在台大时的上司曾经是台大医院副院长，癌很酷，退休之后被科批邀来北市府，怎么一堆垃圾急着出来刷下线啊，太方便惹吧，这时候又不会影响动线，又不会有公共危险了，科科有人比卫福部和医生还专业呢，那你来提一下防范方法啊，新北市民可以吗？推对拉以后教照也到711报道算了，神逻辑推科批加油，统一变北市府的产业了， www 科黑脑袋不错， OXD 推什么都要7-11，台湾人真的很棒，7-11难播万赞哦，就是要这样，脑子有洞就不要在那推文给人笑，打针算侵入性医疗，捷运站都有配护理师，很棒的结合，很不错，有创意，楼上很明显科黑门不是这么想的，7-11都配有电源，所以到7-11打疫苗才是最棒的结合，我快笑死了，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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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推做得好，科批来做秀啰波浪符很好，屌推推7-11真科黑，绝对不是反串，哈哈哈干，今天黑名单有够准啦，目前 100% 命中率，做事就骂作秀，不做事就骂领干心，骂的人来提出做法啊，推有免钱的捷运站不用，要去付费的私人7-11，伪灾科黑崩崩。
在 A 推只有一天哦，应该设一周吧。科黑崩溃，科黑又崩溃了，放心，真的变成付费去7到11打，科黑又会喊图利厂商了 www 笑死，虚的点都很牵强啊，就为了黑科努力找点啊，很努力很勉强。 XDDD 是30分之11号前，不是一天，如果要延长应该很简单，科黑说7到11出来让大家笑的嘛，谢谢你厉害耶，这个真的很便民。科黑已经低能到别人做事都是为了选票了，无法辨别一件事情的实际效益和正确性，只是一帮反而反的超级低能儿，自卑又不努力当卤蛇，专门干欠全台的低能撒币举债政策。科黑就是一群垃圾恰吉的教徒，这想法不错，只差没直接到府接种了很棒的政策圣文。作秀抢老人票，要麻7到11全天龙国驻点比去医院方便，推哈哈哈，推赞普神，科黑快滚出来，需下线啊，这个方法很棒，只是医疗人员辛苦了，总统好赞不错耶，增加触及率，出勤的人员辛苦了，打给大家看。科黑就虚一些，科粉真好骗，科粉高潮，说的不清不楚的，推虚文的，不管怎么做都不满意，有人要把711这个做成签名档吗？ XDDDDD 人家反串这么多人认真，这个好推新北市的长辈也可以吗？赞。科黑的脑子真的很好，古德乔布，我猜老人疫苗照打，骂科批照骂，没钱就是骂，骂号讲盈利的是脑子有洞吗？这是拓展防疫往好到捷运站还是庸医？7到11不是不行，但是才选18个地方，干嘛选7到11？看到科黑依然智障我就放心了，绿脑科黑脑袋也变资方了，学习民进党，科黑的虚文从头到尾都只会人身攻击啊。水准不意外，科黑有够费 XD7 到 11LOL 方便耶，推智障科黑党工，妈的死全家，推推一群脑残，科黑厉害啊，疫苗施打率大幅提升，科黑速速前领使，资进党现在帮人民做什么，而市长有没有脑残疫苗？感觉科黑挺需要的，新创市政值得嘉奖，推推好地点又不花大钱打疫苗，明明是好事，黑黑们到底在崩什么也是无言。你科黑家里长辈就不要去打疫苗哈，25楼发言太经典了，老人会说疫苗伤身啦，打了害他阳痿啦， ERIC0204 疫苗是预防用的，已经患病来不及了啦。古有云，科黑真的无下限，水欧德政楼下做签名档。有时候真的不知科黑的脑到底在想什么，为了黑与无伦次利益加希望执行起来也能顺利，这个有创意，科黑不是出了名的社会边缘人吗？专门刷存在感的，可以太扯，真的神话说新北的老人会抢去打吗？看科黑秀下线身份年纪大，都觉得既然要挨一针，不如打需自费更有效的疫苗，要多可怜才会反这种事情啊。 www 萌我科黑我反对，理由我不能说，小七店员表示7到11不是圣文提过的证件吗？逻辑蛮一致的啊。
七到十一乐笑死，科黑无下限。七到十一真的笑死，七到十一 X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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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要打，让老人被淘汰被酸爆的公务员，假日还要去捷运局摆摊才能被推爆。自由言论的可贵在于，能让大家知道有更多天才的存在。推好强的政策啊，听说是因为打不完还要出勤到捷运站，累波浪符科黑的妙计，让七到十一救了这一篇。一 XD 乐色蓝绿怕阿北当总统不能吃喝，为财团怕的要死。这政策很创新，也不用去卫生所或医院打疫苗，很方便。推好棒，科黑低能，而科黑都不敢出来了，装死。 ING 虚的理由只会人身攻击。推一堆智障啥都不懂，只知道投废物蓝绿，还在那边酸科黑崩溃。水伦伦是不跟拜阿讲711的有够好笑，便利超商的点子不错，这样店员会得技能越来越多了，觉得疫苗不合的叫你阿公不要打啊。科黑有点脑子好吗？真期待他当总统，台湾才会真正起飞。捷运站补血，推着好狂啊，七到十一快点告诉你妈，快 XDD 总统高度。七到十一的是叶佩文吧，有够白痴政策。科批的新闻总是能调出几个智障的虚文，真是太好笑了。 XDD推很便利讲711的，让我觉得很像郝冰冰会讲的干话。推便民年轻世代要自救，20年后一人养七老人，今年出生率是世界最低。几楼在提选票的是不是脑袋坏掉了？选举是希望选出做事的人，不是在办庙会好吗？讲711验证了人一蓝脑就残。推哈哈推科推。